本期讲解一个亚马逊选品实战班，手把手带你快速掌握亚马逊选品的技巧，一共是20节视频课。课程内容包括亚马逊选品的核心思维啊，选品前要熟知的和确立正确的选品方向，以及亚马逊选品的几大误区，有些坑不能踩，有些动作不能做啊。通过战略渠道挖掘选品啊，把战略选品灵感一网打尽，还有巧妙运用亚马逊战略选品工具，有数据啊，在别处是看不到的。还有亚马逊重要选品入口，让你快速洞悉竞争对手的核心数据啊！要想选品与众不同，这些选品渠道和路径少不了啊，非常多。选品全部教的是选品，选品想好的话才可能赚钱，选不好的话是不可能赚钱的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一共是20节视频课，讲得非常清楚，跟着操作就可以。如果想要摆脱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亚马逊选品，或者是亚马逊选品实战班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摆脱课程了。